喂，各位同学请坐，今晚要开始上课。各位同学请坐，今晚要开始上课。行啊，安尼，即马三点啊吼，无紧，大家陆陆续续啊，阿入来。各位校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吼。安尼吼，今仔日啦，讲遮侪迄个。吼、哦，李小美讲，吼、哦，这个法律吼、哦，啊，我今仔日吼，为什么会讲这个话题吼、哦？我来真心讲一个故事啦，啊，这是正经发生的啦，然后定在地下电台买药的迄个阿辉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迄个电台迄个主持人买一挂堆啦，啊，讲要甲拍折啦，这结果吼，伊吼无互伊拍折，吼、哦，佮电脑佮家趁其他的迄个孔明小姨就接袂。足无欢喜的，啊！伊买迄个美容的啦，减肥的啦，吼！啊，佮伊买因先生迄壮阳的啦，吼！啊，但一去哦，来个等啊，粪扫桶的。啊，因先生又讲哦，拜托，这是我辛苦钱买来药啊呢！啊，你安尼个个等啊，粪扫桶的，哎，就紧甲捡起来，捡起来，伊家己嘛继续食嘛。啊，为了分了迄个因的迄个亲戚五十啦，啊朋友啦。啊，大家你知影我要讲的主要的迄个目的就是讲。啊！地下电台的物件，地下的药啊，啊，敢袂使食？因为大家习惯嘛，去听迄个电台，啊，伊讲啊，哦，刚刚天花乱坠，讲迄药啊，哇有效哇有效安尼啦，吼、哦，讲会使，少年几岁啊，查某人迄个肾平，迄个壮阳药吼，哦，会使会安怎？对，啊，大家我一个概念，因为你知影，咱台湾即嘛是洗肾变成全国拢全世界啦，拢第一名。我感觉真遗憾的啦，因为咱这个政府、这个政权、政经，敢有咧照顾咱台湾人？你讲洗肾，咱讲一个台湾这个所在洗肾的洗肾，敢讲哇，全世界第一名咧？啊，这是安怎母的？我感觉莫名其妙咧。啊，若讲到了选举吼，该要讲啊，我要来扫毒地下电台，为什么拢爱安尼做？那特别爱有一种目的。为了伊要选掉，伊要当选，伊要爱政治方面的利益。啊，正经大家敢有这种的想法、甲概念讲吼？咱平常时食药啊，都有一挂堆问题啊，何况是迄个地下电台？所以咱台湾民政府阿爸要积极，是不是？紧啊，对不？啊，是毋是身体要照顾啊好？对不？啊，所以用药的观念是毋爱清楚？啊，正经有破病，当然爱看医生，但是你小病。就是小的诊所去看，啊，不得已有大病，咱再来去见大间病院，再来去看医生吼。啊，但是唔是讲我看医生吼，我看一届我就要摕遮侪药啊，啊，要痛啥？吞啊遐，啊，无食，啊，感觉家己状况已经好啊，就卖食，啊，变成啥？药物浪费。所以今仔日我是嘛是要讲这个话题，嘛是甲这有关系吼。啊，过来。咱即个法律叫做李小美讲，啊，长期迄个中国教育拢甲人讲，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啊，甲人洗脑，讲咱是中国人，啊，事实证明，那毋是，咱是大日本帝国之下的臣民，啊，这个法律吼，嘛是即侪迄个公司拢讲过，啊，今仔日我会甲你整理出来，吼。啊，因为真个台湾人啊，就是因为真个中国教育之下，伊思想有诶是贵看的行中毒，啊，那有诶呢是讲啊，正经我食了即个歹物啊嘛，即个中国教育输迄磷啦，吼，迄歹物件吼，啊中毒，啊嘛有讲我着着心病啊，哎，长期就甲教济啊，啊，即摆雄雄叫我讲我毋是啊，我是日本
天皇之下主权的咱的这个主地之下的台湾人，哎，安那跟我较早读书的拢无共款，所以不管你是什多方面呢，啊，咱你小米讲这个法律，啊，你也读过去，啊，你就知影，原来如此。啊，我要即马要讲的吼，主要刚刚甲拄仔有讲过，讲咱台湾民政府要接政权啊，但政权大家有准备无？大家什么想看嘛？你将来训练对无？初衬也要了解这个历史背景，但是你心内有打算好无？有准备好无？你家己小想一下，回去小想一下。主要我是讲历史背景这个经历，你回去一定要好好研究。手头你弄迄个新台湾论对无？啊，是伊搞搞讲一个讲镜头对无？就安尼到底是要哪读对无？我即马甲大家分享我是安那读的吼，这是第一部分啦。第二部分我就讲，搞到讲要讲药啊嘛。第三部分就是管理，咱要去接政权，咱就是要有管理的方法。但是不管是你要去管别人，还是去你去宏观，咱拢爱了解心理方面爱较清楚的，啊嘛爱接受这个事实，吼。哦，啊我这个药师方面的教吼吼，啊分做去好，这个好书，这个药师教吼，以及广义的吼。也在分在侪方面呢。啊，那我若讲较狭义，我来甲分做几类啊来看吼。诶，即 medication safety 就是讲用药啊安全，吼。啊，再来讲 pharmaceutical care 就是讲正经，阮你用啊用药啊，迄个较深入，甲恁解释，啊咩啊来甲恁服务，啊要甲恁照顾，吼。啊，过来就是 management system 就是讲即药师的管理，吼，药师的管理我嘛是爱有迄企业迄种管理方法来管理。这种观念个概念，所以这方面我倒来个较详细，过来一个迄个单元过来讲吼。啊，大家知影无？你安尼好比用嘛？咱这个蜜雪蜜酱，就是讲一个树，大树对无？啊，大树这内面是毋有叶？咱就是像这种叶，哦，咱这个咱东西来遮训练，成为台湾民政府的一员，咱就是变成有这个专业能力。什么叫做专业？不管你在好好读，还是讲你去研究一个学问、技术，从头到尾你好好啊甲研究，迄就是你的专业。你甲迄个新台湾论哦，从头到尾好好啊甲，安尼嘛变专业。这道理，这艺术是。啊，当然，台湾民政府吼是无温顺迄种贪污的哦。伫咧中国教育，你甲看嘛，因咧中国人因的社会是虾米？贪污。最近你知影，迄、那个。中国的高官呐、啊，伊个贪污的钱拢送去迄个美国的啦，啊，迄个中国因个当局讲叫美国人提出名单，要来对查迄个贪污，就是很贪污的那迄个高官的资料过来啊。所以因个社会拢是爱抠抠啊，拢爱钱。啊，请问咱台湾这个代理，咱台湾这个流氓的政权，请问因有安尼无？所以因个行拢是安尼。咱台湾民政府绝对袂使安尼，咱的做法，要来学习日本、加那澳洲、美国，咱要让大家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咱的政府就是跟因无是无共款的，啊是安那无共款。我甲大家讲嘛，咱这个经历，你一定要学落去，学会晓爱惜，啊过来，咱的专业对你即马很重的，你有啥物专业提供起来，还是讲你要学习啥物学问，你嘛提供过来。好，咱大家咱有即创业思考，安尼，咱来甲咱个民政府安尼建起来。过来爱清廉对无？袂使贪污，迄就是无共款的所在。阿行就是甲你讲，代表无共款的物件，吼。啊，个重点就是美食嘛，美食美食。什么叫做美食？日本天皇保佑所有款，啊是安那所有款，当都当会甲你解释。美国总统压有迄占领权。啊，阁是为虾米暗有占领权？倒当个来解释，即李小米讲，就是咱台湾人即马要独行的工具，已经无别行会当行啊！啊，大家讲，安尼我来建州好不好？建州啦，建美国那一州啦，我来独立好不好？请问大家也详细去思考新闻，还是有人去甲你边啊甲你塞龙讲独立好不好？建州好不好？啊，无咱来做中国人好不好？为头甲尾，都无可能，咩讲？但系都当我个一项讲个大家听吼。咱先来讲一个，为什么日本天皇保佑所有权？是啊，那台湾这个所在跟日本有关系？
那应该是讲，为什么跟迄个大清帝国有关系？大家拢知影，迄郑成功对无？唔是讲要反清复明，啊，走来迄个台南某某一个所在，甲一个迄个所在尔哦，应该叫做安平嘛，迄个所在，唔是讲全部台湾全岛哦吼。爱讲要反清复明啦，一个正常的国家，你会希望讲有人要甲你推翻啊，藏在某某所在，讲要甲你安怎？你会袂甲征服吗？所以大清帝国当然要甲迄个郑成功。因甲征服对无？迄阵大清帝国才有统领咱台湾2012年。大家想看卖，2012年伊做啥物？伊甲人绑辫子缠脚尔，啊，伊有互人咁样建设无？212年伊做啥物？咱大家来看，安尼日本人甲人做啥物？咱来分别。应该算57年，当然个讲迄七年是安那来吼。那是安那为什么甲迄、那个跟个日本有关系，大清帝国有关系？你知得1894年7月25日对不？迄日清甲午战争在咧红岛的海战，那个纠纷啦，啊，吵袂平啦，啊，都我要拍你安尼啦，都变1894年8月以后甲午战争两个都烧拍起来啊，能够进行了宣战。宣战你看哦，经过几个月。算算啊，7-8个月哦，大清帝国输了，啊，谁那输？伊不是北洋舰队很强吗？很多支吗？但是我跟你讲啦，战争不是咧看多甲少的，是咧看你内心、你的软体、你的迄个抵抗的力，啊，甲你迄个指挥的迄、那个对无？迄、那个路线对无？啊，主要是因甲空空尔，甲硬体啊无物件空空，你看7-8个月都输去啊。安尼咯，签署即个下关条约，啊，中国叫做马关条约，吼，1895年4月17日，那为年代，吼，啊来发生什么事情，历史发生什么，安尼即个新台湾论是毋是较好读，吼，这是我分析出来，吼，啊，过来1895年5月8日，啊，都下关条约生效，吼，啊，就爱来做一个迄个移转的手续，吼。就等下会阁甲大家讲，啊这日本吼，咱讲日本是安那治理咱台湾吼，你甲看，因为1895年领有台湾，因用一波一波来甲咱台湾建设哦。但是迄、那个大清帝国吼，在咱台湾212年，敢有做啥？同款拢无进步嘞。因来台湾了后讲，哦，我就是台湾是啥物味道嘞？结果啊那迄个传染病啦。啊，个嘛无好个好水啦，啊个拢全咧生迄边啦，啊，即个所在是要哪开垦啦？啊，都有人一排讲哦，无放弃袂，法国人是袂多一个国家啦，讲啊放弃台湾好啊，咱甲袂掉啦。啊，另外一排讲，我要来治理台湾，我要来建设台，开垦台湾，一排赢。所以为什么日本一直积极来建设咱台湾？啊，是安那建设？你看嘛。造册户口的意思是啥物？在大清帝国212年来，你他妈都安怎？你是杀人，我唔知你杀人咧。啊，你不行在外口安怎吼？一堆白棍尔，唔敢知你是杀人。但是伊为1895年开始了咧，甲人迄台湾人即马是几个人安怎？造户口，造册户口，这大个宫殿咧。你干嘛讲哦？我这户口就简单去迄即个户政事务所去申请就有啊？你知影无？迄阵是爱挖大个工程，你知无？人海是安那苦心去了解你哦？你即间厝住几个人？啊，你有生几个囝？吼、哦，你亲家哥才是啥物？你莫看个简简单单、理所当然哦，迄艰难的哦，我甲你讲哦。啊，个艰难大尊，等我来讲吼。啊，个因领有台湾，要建设台湾，伊嘛是渐渐要让台湾家靠作为，你是我的人民。伊就渐渐讲，迄内地的延伸，为因迄个内地，因日本的内地，要甲咱台湾当作伊是伊个国家，伊个一国，伊是安那来甲咱建设。好，过来，伊有一个破烂话，大家应该爱知影。1935年10月15日开始，就伫咱即卖迄个叫做台湾历史博物馆的迄个馆前路，对无？迄是迄个日本人做的，伫迄个所在，迄个办。这个破烂会，1937年，迄、那个4月1日皇民化，1945年4月1日实行迄个民治宪法。你看哦，安尼
真正的建设，实施的迄个明治宪法，已经是迄个日本袂使分割的土地啊！啊，但有人讲什么台湾阁是一片地，啊，都白纸白纸写好哩。迄、那个天皇拥有伫咧下关条约拥有即个台湾即个主权，啊，即、這个实行明治宪法，甲各项的迄个建设，台湾一定是变成日本的呀。唔是殖民地，啊啦，来禁锢伫遮，下关条约，这个一定要甲创个清楚，这就是咱台湾甲迄个大清帝国、日本安尼三角关系，安那脱离大清帝国，你过看嘛，大家看有汉字对无？看有吼，来大清帝国，大皇帝陛下就是因的迄个国王啦，因的因的迄个国王，迄阵叫啥？光绪哦，啊就倒一个。啊！大日本帝国，大皇帝陛下，啊，这是国迄、那个国王甲国王啊！啊，人即个大日本帝国，大皇帝陛下 ，Emperor of Japan， 迄个是天皇的意思啦。咱的这是英文啦。啊，这我歹势，我即个加一个伊吼，即、這个无删除。即、這个 Emperor 就是迄个日本天皇。吼、哦，安尼1895年6月2日，啊，就派一个迄、那个咱。头一位的台湾总督叫做华山之计，请你记起来，华山之计啊，甲迄个大清帝国派的，就是迄个李鸿章因的后生，啊来台湾家人外海这个横滨湾，啊完成一个迄个交割的手续吼。啊，到底是挂多位啊？因为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三款吼，吼、哦、第一款是讲因这个中国这个所在下开这个东所在。伫咧奉天的即个所在吼，这是因中国迄边的即个物件。左边这一切吼，永远让与日本啊。左边还有第二条是什么？来，台湾全岛甲附属的岛屿，啊，过来平和的岛，安尼台湾甲平和就是安尼挂念哦，日本天皇，安尼有清楚无？有清楚哦。这就是禁锢啊！这啥？我刚才讲造户口嘛。你看，为1895年，你得甲你造户口。台湾有几个人，拢甲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记录在内面。来看几个人，啊，带几个迄个生囝，啊，个即个养子嘛，啊个伊个啊个妾的，啊个伊迄个妻子，迄个某。登记啊，清清楚楚。啊，这头前这记啥？顶头这记啥？全部生囝资料嘛吼。啊，过来，你有犯罪无啦吼？啊，去阿平搬厝啊，啊，甲迄、那个迁户口还是读册，这拢记录。哎，大清帝国212年无呢，功德诶。过来，我甲段未讲完咧。台湾第一处诶，迄个人口诶普查。西元1905年，这是大事情。知影你台湾到底即卖偌侪人，啊，生活安怎？为遮来了解。过来，迦南大尊呢，这嘛是极大的功德。那讲这个历史，你目屎就流落来。台湾迄阵是不毛之地，西芒塘啦，迄地拢、地拢顶起无，迄要安怎种田？啊，拢啊去，啥物去倒盘水来啉啦，啊去你个田园啦，啊，即、這个，迄、那个，伊就走去甲因个日本政府讲啦，讲安尼袂当个，你要有一个建设嘛，啊，伊就提出伊个方案，讲嘉南大尊，你看哦，这片，云林、嘉义、甲台南，人讲这比万里长城搁较遥，搁较长对无？但是我要甲大家讲。因迄中国的万里门，诶，迄个长城是咧创啥？迄是中国要抵御外侮对无？还是甲因分甲离离离对无？要防因对无？但是咱个大嘉南大尊是咩？日本要甲咱即个台湾的人民莫做伙是毋是？咱要做一个土家的，咱是兄弟，咱个亲情的关系，咱个迄个手足的关系，迄意义阁无共款对无？你看哦，安尼一个主流安尼。交下来吼，15万迄个假的产能，
啊，甲伊主流哦，超伊只啥九十外公里，啊，若支流咯，搁算算落去哦，啊，就要一千外。嗯，嘿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就来解释一下吼。这吼，我倒带来跟你解释，因为我这个年代吼，我咧拍电脑的时阵拍唔到。这应该1900年，多谢你给我提醒，我倒来解吼。我这样今日就要主要是讲，这个迦南大尊，安尼这个兄哥，你有研究？我来讲，这个白天乌云吼，对咱台湾是较有稳定的啦。但是伊只不幸的啊，在离出世界大战，安尼美国轰炸。啊！甲炸的人，迄个船，迄商船，啊，都八天古伊都叫用炸死去。啊，那因某嘛就可能讲，伊翁无去啊，啊，佫雄雄佫要摕回去日本。啊，伊就讲投去迄个伊做迄个一个，迄个到乌山头迄个水库安尼死去啊。我讲伊对咱台湾较有奉献的啦，所以咱台湾人爱了解吼，日本人的，当迄阵讲建设，讲迄个大清帝国。迄、那个安尼看起来是四倍吼，五十年，也是讲五十七年，到来这个210年来讲，安尼请问几年？几四倍哦？伊对咱台湾有建设无？日本才有共建设，咱来了解日本人是安怎善待我们台湾人呐、啊？啊，过来我讲破烂花嘛，你来看因的清查，你知影这是新公园嘛？大家拢知影嘛？吼、哦，你看伊们做迄厝，迄种做遮坚固的哦。你看因的清查，吼、哦，你看。穿个西装啦，啊无就是讲查某囡仔穿洋装，吼，啊你看查甫人戴帽啊，啊因的迄个表情拢遮快乐的，还遮进步的，你看，啊过来你看这建筑物，吼，就用遮现代化呢，啊因会当走出去佚佗，表示讲因的生活遮富裕的，你若无讲钱无存，啊为虾米你会使走去外口佚佗，佮再买遮好的西装佮洋装，迄生活已经遮进步的啊。吼、哦，这拢是你看，啊来，你若想讲大清帝国迄阵讲台湾统一210年，请问，那阵是安怎款？茶袂当啉啦，水袂当啉嘛，敢会使种物件？啊，你看迄个建筑物嘛，拢遮旧的啊，对不？因敢有共咱台湾人照顾着？啊，过来，我甲拄仔讲啦，1895年至1919年哦、喔，伊就开始来要建设咱台湾。吼、哦，开始迄个渐进主义啦。啊，过来1919年到1937年，内地要延长，吼、哦，要甲台湾当作是因的国土。吼、哦，1937年至1945年，迄方明化嘛，方明化是迄天，1937年4月1日开始，但是毋是讲迄天尔，就为迄个1937年开始到实行迄个明治宪法开始，即当时拢是方明。啊，若讲你是汉姓，你就爱改迄个日本姓，吼、哦，这有一个迄个改税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证明啦。咱讲白姓怎好写好哩，安尼明治宪法1945年4月1日，这嘛要记起来哦，吼，这是重要的迄个时间，拢爱记起来。啊，你若要读迄个新台湾，能够好读，你看嘛，伊这让你参政的权力，甲参政，吼、哦，参战，甲参政，吼、哦。啊，大家念起敢拢同款哦。还表示伊讲，伊把你当作是你我的人啊，你该使去教我去战争嘛，对不？啊，你教我土鸡得去修正嘛，还是讲你我选恁来要管台湾的迄个议会嘛，议员啊，是讲是不是要把你当作你有这个权利？表示讲伊要把你扣做，要把你砥砺嘛。所以选恁台湾人来管使台湾人嘛，做参政权。你看，这个、教书白纸写黑字，这敢会假？啊，美国为什么伊握有迄个占领权？因为阮为太平洋战争开始啦，1941年12月8日，啊，就因为应该哦，迄美国甲日本吼、哦，应该一直有扣角着啦。吼、哦，迄阵敢那甲日本的迄个什么银行啦，还是讲迄个石油拢甲禁运，啊，银行甲你封锁起来。啊，因为迄个积怨已久啦，啊，日本人吼、喔，叫迄个叫人美国人某种方面的欺负啦，啊，就去挡袂掉，去共轰炸人迄个珍珠港，吼、喔，啊，就战争就开始啊。
是讲日本人因因的心就是讲我宁愿吼，我吃亏是无要紧，但是你袂使把我当作我敢那不是讲把无把我当作我是人，无咧在意我，无咧尊重我啦，气袂掉就去讲轰炸。但是轰炸，拜托你嘛卖去讲轰炸珍珠港，啊你也无讲宣传，你去讲轰炸，你去炸油田唔正好诶，遐敢有人，遐无人。无啦，这是题外话啦。啊，结果啊，美国就爱甲你战啊，因为你讲台湾的人对无？啊，都变成你战争的，拄开始是有小赢啦，后来就是节节败退。啊，但是因为轻易投降，你知无？日本人哪有可能，我另外你台死，我也袂甲你投降。但是吼，美国人讲哇，你这强着，我那个拍落去都大无时间啊，这到底是要安怎结束？啊，所以两粒炸弹，迄、那个什么炸弹？不是一般炸弹哦。迄个原子炸弹呢？两个呢？一个你就即恐怖啊！讲咱两粒呢？哦，我看迄美国人嘛，哦，我要咩啊讲？迄嘛是，迄是迄人讲军人吼，迄拢无咧手软的啦，吼、哦、不手软的，军人都不手软啦，伊要达到赢的目的啦。啊，你来讲一路去，死偌济人？你想下就即恐怖，嘛即可怜的，吼、哦。啊！就迄个日本天皇哦，就是咧1945年8月10日投降。但是这个投降无代表讲台湾已经变成中国个啊，唔是哦。你来看哦，迄是1945年9月2日吼、哦，日本投降书签订，麦帅迄个发布第一班的迄个命令第一号啊，这个时间嘛，请你记起来啊。因为中国甲美国吼、哦、是一种代理的关系，都来讲。啊，是安那代理？这个时间吼、哦，1945年10月2日，这个叫做占领日哦，不是光复日哦，不是台湾光复哦，这个概念要清楚哦。啊，咧1946年1月12日，给你统统拢啊，你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蒋介石要学迄个北方四岛，迄、那个苏联嘛，讲啊，你北方四岛吼、哦，本来有一班人甲文造进迄个日本。啊，当作是无人岛，伊就在讲。啊，迄、那个蒋介石嘛，咩呢？后来讲美国要甲美国要求，又美国讲哇，我哪有去遐侪船只去甲你运转去日本？啊，是要安怎安插？哎、啊，就啊，无我来安尼好啊。全部来讲，你是中国人啊呢？啊，你是无符合战争法呢？你想讲甲对黄明化？因黄明化遐侪年呢，你要万一要做台湾人，你万一做中国人，啊是要做？日本的台湾人，拢予你考虑呢，尊重你这个人呢。啊，你这個，你看，你占了偌久，就讲啊，要甲你做到当作中国人，视作你是中国人，啊，根本不甲你尊重啊，硬起来甲你逼讲啊，你这个日本臣民，这寡人变中国人，拢无予你选择哦。啊，讲，你看，伊甲伊旧代表，甲伊辛苦的旧代表换迄个台湾银行券，1946年5月12日，啊，伊这个。已经有阴谋伫咧啊！啊，过来，1949年，伊确定伊变流亡了，伊先去买台湾，即、這个旧代表，啊个，我看，歹势哦。嘿、那個，台生，我即个拄啊，迄个荧幕无去啊。伊吼先去甲你迄旧代表吼，甲你换做迄个，甲，或台湾迄、那个台湾银行迄个券，啊了啊吼，啊个来1949年因流亡了，即甲你讲。迄、那个什么旧代表四班，啊换新代表一班，安尼是毋是可恶诶？吼、哦，歹势吼，我来搁再转一下。吼、哦，安尼你看咱普通台湾人敢袂当活？你害死遮侪人诶呢？所以这嘛是真可恶诶。过来吼。哦咱重点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啦，请你1952年4月28日吼，啊，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迄个生效，这个时间甲记起来，吼。啊，即马台湾的状况是啥物？台湾甲美国的关系，即马就是变成旧金山和平条约啊，台湾关系下，即个是甲迄个即马流亡的中国政府，要巩固即个叫做政治台湾，吼。啊，即、這个台，即、這个中美国总统有顺迄个万国公法，予台湾爱正常化，因为伊是咱个占领国。吼、哦，啊，开罗会议，我咧
大家拢讲啊，我属于中国个啊，因为开罗会议就讲好，佫是要我中国啊。啊，大家就是以讹传讹，唔知讲内面的意思个破绽伫倒嘛。其实伊这三项开罗会议，迄个波茨坦，伊这个宣言嘛，伊这拢算宣言会议，是国家佮国家的会议哦，伊佫唔是法律个哦。而且日本导航师讲，啊，恁就日本导航啊，你就是要挂号发中国啊，哎，唔是哦，迄是迄个是是个迄个，迄个是战争的期间哦。甲同盟国的协议，一些意向书哦，伊唔是法律哦，伊是讲可能甲你注文一下，了解一下，吼，可能阿伯吼，甲你尊重一下，无一定讲，你讲我承认讲伊是条约，讲伊你这就是讲算讲，我滴台湾人去中国的，唔是哦，咱阁来继续看，开罗会议嘛吼，大家知影这三只对无？这三声呐，莫讲只，中间还阁一个人，你知影无？这后壁阁一个人。一定知影啦，爱到英国啊，讲宋美龄对不？伊个外交的辞令很好，外交一流。那伊啊，伊啊有这种状况，即另外要安怎讲？伊就已经流亡啊，啊，佫有来台湾安尼蹭，啊，即背后的迄个推动者是啥人？讲宋美龄啊。伫因的迄个角度看，咱的角度来看是结婚的啦。啊，那因的角度来看吼，希望咱台湾。来培养台湾民众，来培养这种外交辞令，才厉害。好，来为咱台湾来做代志，吼。所以这个蒋介石会使领入台湾，拢跟伊这个炮火关系啊，这拢讲好好啊啦，吼。啊，伊讲好好吼，但是因两个嘛，这美国人无遐戆啦，伊会他会留一手嘛。啊，咱来了解讲，伊这内面条约是咧讲啥嘛？迄个日本吼。在咧1914年吼，在迄个太平洋，迄个讲窃据咧，迄美国人的讲法，窃据的啦，啊占领的拢偷出来，伊叫日本安尼做啦，即个宣言嘛，奉上，吼大家迄个世界听嘛，宣言嘛，啊，只个重点是讲，因咧靠这条啦，讲 Japan 嘛 has stolen from China 嘛，大家看有英文对不？啊，即个是啥？迄个满洲国，啊，即个啥？佛摩萨是迄阵的叫做咱台湾，啊，这个是啥？普利加多瑞斯迄是平湖，啊，即马咱是讲佛摩萨，这个平湖加起来叫做台湾吼。啊，伊讲什么 ？Restore the to the， 大家知影这是 ROC 嘛 ，Republic of China 嘛，就是 ROC 嘛。伊个动作在安尼就是讲台湾算伊个啊。哎，来你讲我听，安尼有遵守无？啊，那来破阵，你看。Has stolen， 偷摕，为卡扎克金嘛偷摕。你战争是1941年诶，你哪会去甲我讲讲迄个50年前诶物件去啊？迄甲这啥有关系？啊，偷摕是安怎偷摕？啊，你讲有下官调药啊？你哪会讲我偷摕？啊，到即个证据互你看，你哪会讲我偷摕？啊，中华民国讲啊，我著甲废除啊，拜托诶，啊你讲。定条约，你家己单方面讲要讲废除，都予你废除哦。安尼无算数，还是大清帝国个定个呢？啊，你中华民国是凭啥要共废除？你若片面讲要废除，你是凭啥？无，我意思讲，这法律个物件是爱遵守个呢。爱废除，你嘛是爱对方来讲要废除哦。啊，是讲你条约方面，你有这种 PS， 你有安尼讲法。对，你袂使讲你片面讲要废除就废除嘛。啊，这个下关条约本来就是白纸写好哩，日本。从迄台湾已经变成伊个嘛，迄个大清帝国挂台湾给日本嘛嘛，这足清楚是毋是？过来，哎，实行明治宪法了，唔是殖民地啊，是就日本的土地，迄袂使凊彩挂呢，殖民地才会使挂呢，免呐讲挂给你害你什么中国？啊，过来讲，这个 restore 的，这个吼是返还，啊，这个中华民国未曾拥有台湾。未曾拥有台湾，凭什么要返回去？返给你？讲我你欠我钱，啊，这边还我钱，安尼够正当性对不？啊，那无欠你，你为啥我讲我爱害你？大家有这个概念无？啊，我都无欠你，凭啥物害你？你说这个害就是害的意思嘛？啊，这是挂的意思，挂牛。真够像挂牛，雕玉甲叫啥挂牛哦？迄个马英九拢甲大家安尼洗脑，大家不懂法律啦。Set to 是挂牛。割让的意思，割让代表什么？条约一定会说你把这个土地割给别人，就用这个 set to， 英文叫做 set to。啊，
啊，你白纸写给你嘛？你这敢有说得吐？你只甲你讲，这是迄个回忆嘛？那是调药。安尼为啥办研究要讲调药？我跟你讲啊，伊是合法路的呐，伊那故意讲这個。啊，你甲你大家迄唔捌迄个国际法、战争法，唔捌法律的人，安尼甲你骗啦。我头我嘛可能叫放过哦。你看按内容迄个格式无同款嘛，大家看嘛，这敢条约格式，这敢是一篇文章尔，对咪？宣传的文章是咪？啊，那条约一二三啊，一 A 一 B 啊，过来规定才清楚的呢。啊，过来你看嘛，中华民国从未拥有台湾嘛，啊，迄个条约格式无同款嘛，啊，过来，这个历次世代在大战，欠下几个国家，甲大讲五十几个国家签上，对不？五十几个国家，你三个人，你国家在共决定啥？你们，你感觉你共尊重无？过来，啊！是战争的时阵呢，来大家看，1943年12月1号，啊！恁在战争，你在讲要送挂号送，啊！你共当作啥？啊！都唔是你的物件，你干嘛？干嘛？秘在树卡内面讲，啊！我要害这，我要害这，啊！你唔是在分赃，啊！你都阿不拥有，你要共分赃，吼！哎，咩依据的是？战后了后，你要尊重迄四五十个国家，啊，甲日本，恁战败国嘛是爱共尊重嘞，对不？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咱台湾目前就依据这个国际地位，来为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条约开始来个研究。大家这个图，这个简单甲大家讲一下嘛。啊，我这故事是要讲落水甲感谢落雨。过来讲一个故事哦，我刚才讲过啊，搁给大家过来注文一下。迄、那个阿辉，咱讲刚才迄个阿辉，同款啦，伊阿辉啦，伊来走起来，老师问讲，哎、欸，老师啊，明明天顶啊，啊落雨吗？落雨起来，我都看，雨起来就看到是水啊，啊为什么歹讲落水，要叫落雨呢？哦，阿辉就讲，无啥，哇，咱咱们台湾是毋是拢似是而非？咱看表面物件，是毋是？啊，都老师就甲笑啦，讲。哎、欸，安尼，迄个阿慧，啊，你食饭啊，啊，食落来饭还是屎，那白讲食屎要食饭，啊，你唔是看是屎，对不？啊，是爱讲食屎，哎、啊，为啥要讲食饭？所以咱台湾人啊，清清楚楚、了了解解，卖讲表面的物件，你看作是啥，你甲当作是是真呢？你知影我的意思无？来，我问大家，即马中华民国敢是中华民国？我咧讲吼，在1912年，因哦成立了后，至1949年，迄时阵哦。滴滴卡卡是中华民国，但中华民国在1949年迄个10月1号，迄个已经用迄个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强的打败啊，对不？啊，流亡来台湾，那叫做流亡的中华民国。吼，啊，因即马是咪讲埃克法了后，要甲迄个对面迄个中国合作伙？啊，你那外国起错，到底伊这中华民国是虾米会啊？虾米会啊？我讲伊即马就是，咩讲？伊正经有魂吗？迄、那个鬼啊魂嘛，对不？啊，无体啊！伊就无体嘛，因若中华民国爱走去因迄南京，甲叫是中华民国，迄南京嘛，因的迄个国都嘛。啊，你已经离开啊，啊叫迄阿强的去占领，北京占领。啊，你中华民国就变成有敢若迄个死人的灵魂啊嘞。啊，请问你敢叫做中华民国？我甲你讲啊，中华民国即摆已经变中国啊，伊答案就是中国。吼，啊，即摆我过来问讲吼，甲我讲啥物？落水也是落雨，哈！来，我来问大家，我刚才讲较侪啦。开罗会议，敢是开罗会议？开罗会议，我刚才讲过啊。开罗会议是开罗会议哦。我这是唔是点好？你搞一当，有一点模糊。我刚才为头到尾拢无讲伊调约，是上讲伊调约诶。慢球，我现在未甲大家讲，就是要大家觉醒，迄唔是调约。啊，这我刚才讲过。条约本身是法律，但是这个开会吼，我国家甲国家开会，我写个文件嘛，迄文件是讲啊，你若有扣押是安怎要上法庭对无？啊，法官甲你看嘛，了解一下，甲你尊重一下。但是伊本身毋是条文，毋是法律，毋是法律，安尼有了解无？所以这厘清你就知道，吼、哦，我拢甲人骗的吼，是毋是？咱是毋是中国教育拢甲人骗讲哦？迄、那个开罗会议已经确定把台湾给中华民国了，安尼凊彩带过去耶，对不？无了解嘛，这嘛是啊。伊意思讲，你日本不能拥有迄个琉球，琉球是由迄个美国去占嘛。啊，台湾是叫迄个代理，
美国甲迄个流亡的中华民国代理啊来占领咱台湾，啊，日本甲拥有迄个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国甲迄个九州吼，啊，这个会议嘛是甲咱奉上，迄个嘛是一种宣言啦，吼，啊，这一般命令就是讲，伊不止来迄个来占领咱台湾，伊阁走去迄个法国，法国迄北越，北越出一个胡志明。胡志明把那個蔣介石趕走，為什麼要趕走？他同樣蔣介石走去他們越南，把他們的物資，有價值的東西都送去他們中國，又打那個國共內戰，他們越南死200多人，間接直接死亡200萬人。哎呀，胡志明看到，不行不行，要趕快趕走。但是他們這麼厲害，利用法國人，跟他們蔣介石說，你拜托，阮另外，阮越南阁要予恁通知啊！拜托你甲蒋介石赶走。伊讲要安怎赶走？伊就讲，迄个法国人就甲蒋介石讲，我废除不平等条约。啊，蒋介石就愤愤然，即生气个，甲因个一挂军队啊，啊拢予因走安尼。啊，来，迄个越胡志明啊，即巧个，啊，拍迄个法国即轻松个，伊万几个人尔。啊，迄个蒋介石讲，哇，几啊十万人，我可能阁有百外万。迄军队要安怎？要怎安怎请走？啊，咱台湾出一个啥人？欢迎祖国回归，到有出啥人？出一个政客啦，啊，搁一挂戆戆的学生啦，啊，政客啦，吼，啊，搁一挂迄个商人嘛，啊，无祖国啊，商人无祖国啊，伊感觉日本啊，啊，恁敢骂人日本安怎？啊，结果你来一个敢有较好诶？欢迎祖国回归。啊，讲到白上，要安怎款？啊，就是变啊，咱即子孙，咱个子孙就爱负担即款个啦。你看崇光辉，迄个伊嘛，你讲嘛 ，Emperor of Japan 跟 Japan the Japan government， 个日本即个天皇甲日本政府是无共款个吼。啊，即明明白白甲你讲，即两个对象是无共款个嘛。啊，即为虾米迄个蒋介石要来台湾？伊是受迄个联合国上悬迄个统帅。一号命令，伊毋是向日，迄、那个日本毋是向伊导航，是因为伊变成盟军嘛，盟军啊，就伊代表，啊，就甲当作讲你日本怕输中国，你安那，其实是甲为迄个蒋委员长，伊迄最高统帅，迄、那个人投降尔，啊，就毋是讲你中国怕赢，你中国是免那怕赢，你走去迄个重庆避起来呢，迄那无蒋宋美龄甲你救出来，你要去倒，你要避遮久个咧，对无？吼、哦，啊，了解一下这历史的迄个演进哦，了解你就感觉哦，经济拢叫骗安尼啊，啊，狂心，唔知咧创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是迄个讲，最近咱台湾民进会官网迄公布的，啊，这是第三的迄个 VCR， 就是迄、那个我甲迄、那个截取出来讲重点，我讲大家听嘛，这個、意思是讲吼，搞多少这个挂念的意思，这1945年嘛。啊，是因为迄个麦帅嘛，伊迄个叫迄个蒋介石来台湾待战营，但是无代表讲吼 ，was not a Christian， 嘛毋是，讲毋是挂牛哦，这是名词，割让的名词，嘛毋是，改变也 sovereignty 主权。和中国哦，人已经公布这机密的、机密的迄档案内面，已经跟你讲啊吼。啊，虽然 Japan 吼，伊 re-answer all right title 和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recatories， 但是并无做一种移转，即、這个伊的主权和中国哦。那么，人写最清楚的哦，中国甲即、這个即、這个台湾吼，甲平和即嘛是一个未定论哦吼。啊，未定要哪未定，就用那个政、那国际法来处理咱台湾，恢复咱台湾的正常的国际地位嘛。吼，啊，这伊甲你问啊，伊个 summary 就三项的结论，伊就讲啊，这个军事占领开始为当时来，这是十月意思，1945年十月二五，我你讲那是军事占领，甲你讲是台湾光复节无？啊！你美国是算啥？对不？过来，啊！第二项结论是讲，啊！这个占领权到底是啥人啊？是占领权是啥人呢？伊就跟你讲，你看，
甲你讲是美国哦的 United 的，啊，这也是军事政府嘛 ，USMG 大家来看 USMG， 来看一下是 USMG， 喏，美国军事政府嘛，还是咱的台湾占领国，得占领台湾主要占领国嘛，伊甲你讲啊，遮清楚的嘛，就占领台湾这个土地嘛，当局的这个土地，占领这个土地嘛，啊，过来讲，啊，到底这個蒋介石这集团跟美国是什么关系？讲嘛，这个主要跟次要这个代理的关系嘛，我跟你讲这清楚有无？我跟你翻译起来。啊，伊个要问讲啊，到底占领当时的结束 ，end 嘛？哎、啊，伊这讲是讲，伊这是这深的、这深的知识，啊，跟这个占领、这个原理吼，这是这深的啦。但是伊即马跟你讲吼。台湾目前还佫占领当中，还没有结束，还没有结束战，还没有结束占领哦，还佫继续哦。啊，你讲到底台湾啊，结果要安怎？啊，就变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合约吼，为遮来研究开始，佮研究讲啊，当时这占领要结束，吼，等下大家了解一下。啊，这个佮你讲 ROC 这个 Government in Exile 在哪里？台北。中华台北就是怎样？有没有人会讲？中华台北是什么意思？对，我无糖啊，我糖啊上给你讲，就这个流亡的中华民国，对，中国政权，好、哦，流亡在哪里？在台北，所以它是流亡政权。好、哦，这机密档案已经公布出来嘛？啊，过来大家讲一下哈、哦，日本放弃台湾这个嘛？好来，讲，甲多我讲过啊。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台台很可怜，就 all right 是讲主权之下，迄、那个主权的权利。因为你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的主权，你要有权利去有这个权利吼，要去对于这个台湾吼，伊、哦、的责任哦，伊的权利是啥？吼、哦，你要付出这个权利，这个甲放弃。啊，个你这个讲，你这个我拥有这个台湾这个名义，吼、哦，嘛甲放弃。啊个，我要对我。外口讲，这是我的，台湾是我的，这个给放弃。啊，这三放弃就是放弃啥？迄、那个管辖权，领土的管辖权，不是主权哦，主权是 sovereignty。伊无一任何一个条约讲要甲台湾要甲移转到啥人，拢无讲哦。好，啊，你甲记起二 B， 无要指定收受国吼、哦。啊，四 B 是讲，迄、那个美国的军事政府对台湾。有迄出兵权甲支配权，啊，甲迄个23条 A， 吼，迄个主要占领国，安尼大家有清楚无？概念有清楚无？甲即几工恁读的吼，甲恁迄个整理出来。啊，即个吼是迄个秘书长吼最近写的嘛，伊讲，这是甲多讲23B 主要占领这条，吼，演示出来，吼，迄个美中的共同防御。就是迄阵，就介就迄阵嘛，甲迄个美国，因个共同防御条约，为1954年12月2号到，因断交了后，断交到要继续有这种关系，啊，就甲演成一个台湾关系化，这个政治的迄个台湾嘛。但是伊嘛，你看我交有写啦，伊嘛是依据迄个结构内面，这个旧金山和平，这个主要占领国这个结构，吼、哦，这个变成这个台湾关系化。美中共同防御条约变成台湾关系法，也在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23A 这架构里面。啊，因的关系就是代理关系。啊，咱台湾民进党是啥？有人会知无？跟伊是啥物关系？来，从属关系，依据战争法，这嘛是一个迄、那个战争法的之一。啊，伊讲这个代理关系是这条。吼、哦，延伸的，左美国要管理台湾，你目前是迄个流氓政府在管，啊，我就爱有一个关系叫做台湾关系法，爱、啊、是国内法哦，唔是什么国外法，所以伊是有跟咱台湾是有关系哦，美国，吼、哦，来，啊，咱即马，咱要来接政权，啊，要做啥？啊，当然秘书长有咧计划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台湾爱做啥？咱台湾我刚才讲的，家己的专业好好研究。台湾论，迄、那个咱的迄个法律一定要遮清楚的。
给咱个专业充实我们的专业，还有管理知识嘛，管理心理学，迄拢是爱大家拢爱去了解。吼、哦，这东西我拢一步一步拢在来。吼、哦，啊，我要讲黑人的计程车司机，就是讲高人早期吼，在日本的社会，在迄个美国的社会哦，较无互人迄个注文着，较无甲你迄个尊重着。迄、那个黑人伊本身有一个感觉，吼、哦，按、啊、大部分佮因做的工课都甲迄个基层嘛。啊，即、這个讲一个迄、那个一对迄个白人的妇女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母仔囝咧坐迄个客运车，啊，黑人开起来。啊，因就坐因的客轮车，啊，迄个弟弟就讲：“妈妈，啊，这黑人那星座这么黑着，伊是毋是歹人？”啊，大家一般讲黑的物件敢拢歹吼。你知伊妈妈哪讲无？有人知伊妈妈哪讲无？伊真有智慧讲的，有人知无？哦，我听着我感觉真感动的。你知伊讲啥无？妈妈，啊，黑人看的这是歹人，要安怎？咱是毋是卖坐这车？伊妈妈。阿公阿咧，伊甲侮辱着呢，甲黑人侮辱着。你看伊妈妈讲，妈妈讲，你知影咱个那花园吼，啊，拢开遮侪花呢，拢遮水有无？五彩缤纷，也有红色个，嘛有迄个青色个，啊，有个啥物色拢有呢？啊，搁遮水个呢？但是因个字拢乌个呢？啊，因个，你安尼听，你有感动无？伊个黑人马上目屎都流落来，讲我自细汉到即摆吼，我就知影讲我黑人个地位无遐悬着。啊，拢互人看袂起。啊，你即马讲这话，哦吼，我真感动诶。好，你知影无？你一句话吼，判生；一句话人判死，你知无？所以咱做咱台湾人，咱爱讲啥，咱有智慧。当咧人咧陷咧迄个低潮诶时阵，也是讲人有失败啊，啥物需要咱甲帮衬一下。一句话就在救人，你知无？所以迄个智慧教育就是安尼。请问奥巴马即马是啥物人？黑人。你看嘛，那么这优秀诶，我咧街头你都知影嘛，所以拜托奥巴马，呼吁奥巴马，拜托得恁任内，甲咱台湾这条小创也好，甲我水水水好不好？因为我知影，黑人这优秀诶，对不？加油！吼吼、哦，我这么力量来啊，大家嘛爱这力量吼，咱就你手臂掌登去好阿汤吼，咱个逃生工具吼。哦啊，要哪讲？啊来，要做啥？人性化，我是讲，我搞多讲爱有智慧对不？啊你，台湾民众要台湾嘛，爱有智慧啊，爱有爱人性化，你的人性吼，只要咱个人心向背吼，你就赢，你这政府就赢。咱台湾民众要做啥？311发生311在日本迄个海啸甲地震，请问咱所谓这个流氓政府的外交权，敢有讲咱遐个人？迄个专机吼，专机刚载回来，无，即届排华，越南排华，外交部讲还没有到怎样的程度，啊嘛坑他们呀，好因安尼呢，啊咱台湾民众阿伯敢袂知安尼？你知影咱美国人是安那照顾因的公民，你知无？走敢飞嘞，去甲救了，啊你请问，你台湾民众是毋是爱学人这個？哎、欸，咱台湾人的命拢疼命拢遮重要。你看日本人甲咱照顾，你甲讲咱日本人甲咱抬，这白纸这就禁锢伫个，啊你有一挂人甲你煽动，啊咱台湾民众敢会阁袂当好好来管咱家己疼疼咱家己的台湾人，阁加怪加倍着无？是毋是？吼，啊咧一层一层来满足我生理的要求，食饭都嘛爱食饱。啊，个安全我都袂使人甲我抬着无，我来安全啊！啊，那我有危险，你来甲救啊！社会需求，我爱去用尊重嘛，吼！尊重社会，我需要啥物头路，一定爱我做嘛，吼！啊，你有啥物我破病啥，你都爱找较好医疗团队嘛，你政策爱好啊，对不？啊，我过来生存落去嘛，啊，个你爱尊重我啊，对不？啊，有较好的政策，啊，个较好的身心灵品质的提悬嘛，啊，个自我。完成咱个要求，袂使讲哦，一尴尬，要看迄个什么黄色小鸭，什么迄个很辛辣又很没水准的迄个话题对无？你当然啊，我自我实现，你袂使我加了解基本的迄有诶无诶？大家啊，我看大家在安尼行，我咧行，但是你人生无目标诶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咱台湾人哦，我咧讲美国人，咱讲先讲中国人啊，中国人做官我就是做皇帝意思啦，你就爱甲我，就是爱来甲我伺候嘛。
来来来，看你要给我什么好处，我才给你。来，这拿来。啊，人后面的，嘿，什么？你做官的人做不好，就给你炒鱿鱼呢。你迄个德国啊，前几年来迄个中国访问，迄个面包就落个口卡，伊马上个捡来吃，三秒钟个捡来吃是啊袂细菌感染的啦，吼，马上捡来吃。我话因中国人看了惊死人，你哪有可能安尼做？你搁摕一盘新的给我，即个甲处理掉。伊就哦，我看伊德国人迄个什么煤气儿是吧？迄个女总理啊，哇！人家做这个說，讲我袂使浪费我纳税人的钱，我袂使因为安尼，我搁摕一盘，搁开这个钱。人家安尼是咧建设因的迄个国家，啊，咱台湾是安那安那安那，你家己比较看卖嘛。啊，中国是安那安那，你要甲这个国家统一吗？想清楚好无？啊，所以咱要学习，我即卖要到四点嘛，好，我讲收嘴。咱就是台湾，就是爱来学习，对无？咱要接近款来学习，爱改变。我即卖。若总讲退休的人啊，无代志做，我来讲哦，唔通无代志做，你阁有遮侪代志当做，你学习物件，来台湾民政府就是你要学习物件，啊，你甲人安那办怎，啊，要安那分享好的物件，是咪啊？做伙大家来分享，袂使家己藏的哦。啊，你啊安尼家己藏的，大家都无进步，大家拢要藏，啊，啥物方言，对无？啊，咱咪要学下做代志啊！我伫社会甲人办怎，我变会晓，啊，但是我当尾可能我当尾迄个学。老师教我读书，我拢袂晓。啊，我要做有数嘛是同款。我拄开始，我哪会晓跳油啊？我嘛爱去甲社会甲人训练，哦，要做代志嘛。我讲会晓，啊，我奉为别人是毋是？人别人来教导我，我会晓，我来教导别人。啊，是毋是？啊，天经地义，安尼做。咱台湾民众该进步，你知无？哦啊，因为吼，这时间有限啦，我讲收侪啊，有遮侪影片会使看。那是爱学晓管理啦，哦，有咧管理的迄个特殊的迄个环境之下。资源要怎分配、计划、组织、甲迄个领导、甲控制，这是一大学问。但是咱阮开始无熟个物件，开始来学习。啊，我结论是讲吼，你啊管理好了这个知识，就让人加入迄个文明的世界。啊，这个管理的工具，敢那艺术，你甲欣赏，啊，甲运用，吼，管理的工具，吼，迄种硬体，吼，啊，甲管理的迄个技巧，就是迄、那个。软体，咱要安那个管理？这个人敢那无合作，咱要用什么好的智慧？伊判断伊的迄个心理是啥物？啊，咱要安那个给冲破伊的心防吼？还是讲要安那个提醒？还是要安那个他支持？啊，伊来合作这个 group 啊，做些好的管理吼？啊，再咱继续搁个训练，啊，有创新的出来吼？啊，敢咱有迄个管理的经验，不断的累积，咱会进步吼？这是我的迄个结论啦。啊，这是有影片会当看，但是因为时间有限，我阁继续讲落去吼。啊，这个是讲吼，这甲一个迄个医疗资源嘛，咱看到一个资源，啊，咩啊，哪甲这个资源摕开来，啊，咩来甲分，安尼分啊分，安尼来灌，绝对唔是要家己要占有吼。啊，是咩啊？那知识，啊，甲迄个态度，这个表现，这一个三角关系当中。你内边阁有一个壳啊，这个壳壳就是要让病人啥物咧，我们要安怎个照顾，用啥物方法，就是靠甲多沟通嘛，心理嘛，啊互助嘛，迄、那个 share 帮忙嘛，对不？啊，到我要爱小监测伊啊发现伊唔对订单，啊，这个方面唔对，咱紧来改善，就迄个 monitor， 啊，变啊领导，这敢是一个本源，还是肉源？啊，就是咱个力量，啊，结一团，啊，就是咱个力量。啊，有一个影片是七分钟啦。所以吼，啊无，伊吼，啊老师讲我甲放送过来，大家家去网络去甲我点来看，因为今仔时间无够，已经要四点啊，吼，啊就一个，这个是咱个力量出来，对不？过完，啊真个吼，是我迄个即马在台北州，我有咧迄个讲这个课，啊已经讲到第一个步骤，啊若有大家也是有兴趣，会使点来看，啊我简单来讲看卖吼，迄、那个咩啊绩效管理要哪讲？你绩效管理要成功吼，定目标出来。啊，迄个部署吼，若是讲部署伊家己阁毋知影讲目标要啥，啊，你一个领导人，你著爱甲定起来。啊，譬如讲秘书就甲咱定迄个目标起来。啊，你要找到甲你的员工要安尼共识个想法，啊，这个目标才是对的吼。过来，啊，爱了解甲沟通嘛，因为
定的目标是唔兼着方向的，你就爱甲伊讲啊，你这个唔对，安尼安尼改善，啊，甲你做一个沟通，啊，目标可能要稍微调一下呢，啊，帮助伊可能有问题一道，啊，个绩效考核是讲啊，你怎样讲，你可能做无好啦，吼，啊，你甲考核啊没有说服他啦，做无好甲做好，啊，要安那安尼改改迄、那个。有一个迄个沟通的方式哦，甲别个讲伊接起个哦，啊，甲你讲我要辞职安尼，啊，一个甲一个团体用个刷体吼，啊，讲成的就讲啊，有特别认真嘞，啊，无认真嘞，要来改善吼，啊，要来奖励，啊，是讲要安那发展，啊，要迄个要安那奖励，啊，是讲要安那听话吼，安尼即个会使帮我大家看一下，台生，这个帮我点一下吧，啊，基本上大家了解一个管理。三分钟吼，咱倒两个来讲迄个有书方面咧。即个敢人，咱是一个团体啦吼，团体啊，上咧经济的团体。啊！团队内面的成员要安那做？今天真辛苦的，哦，一个搬一个人吼，伊、是领导人，啊，有边有一个倒搬的啦，好，伊是一个有效率的人，大家拢是这个人吼。用来拍拼去学习对无？阿弟，你知影哦，吼，已经检查有一挂这种人吼，伊有咧享受遐迄个资源，但是加减的帮忙，就是讲，迄个帮忙敢若无迄个效率啦，啊，可能制作一挂有诶无诶啦吼，啊，上好是毋是破坏者啦吼，啊，但是咧迄个心就无伫食。啊，这个就是咧，弄咧哦，麻烦一挂堆啦，这多麻烦呐！啊，影响别人啊！啊，够一种更加苦的出来，迫害你的，不爱和你进行顺利顺输，啊，都有这种人哦，这团队有这种人哦。咱台湾民众嘛有人咧这种叛徒嘛有哦，啊，即马拢结拗啊，啊，咱的信念爱坚持，咱爱做好人的人，袂使去迫害吼，即团体那个迫害。嗯。啊，一些领导者爱出来讲话，啊，就边啊有好人的人拢爱出来，个遮的人吼，即个人个剔除啦吼。你看人个坚心，大家团结，你看，哎呦，走这边的。嗯。所以大家是要合作，要团结，哦，啊要做什么，啊要做什么，咱是咪什么目标，什么拢会使达成。这个观念的概念，就是初步大家了解，就是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来细节咩啦，个了解吼，啊，咱就看做了解，啊，然后基本上啊，个去进修，吼、哦，这拢是的方法。哎，台生这个可以切掉了。吼，大家有一个概念吼，吼较清楚一点。吼，啊，咱要讲要教导人，咱爱良性的教导，袂使讲我卡袂着咯，讲啊，这我是主管的，你来听我的，要甲你压扁，我就不爱啊。你搞阿伯，我哪有可能要听你的？咱都爱用软的，爱沟通，安尼，大家平等。别讲我是头家，你都要甲地势，吼。咱各站拢有领导人，莫讲一个人集权，安尼无好吼。安尼爱开放式的沟通，爱团队合作，吼。啊，是安那爱，咱较早即个啦，中国社会拢是安尼啦，专制啦，吼，爱不科层组织啊。迄掌握在少部分的人，吼，啊，即个都袂进步啊，啊，即嘛是讲，迄个学生，
学习的这种型，就是讲，敢那自我要去外口学习，但是对伊家己有帮助，但是对一个团体，敢那效果无遐好着。所以变即嘛是教导型，教导型意思是讲，譬如讲我即嘛有啦，我给大家有一点啊迄个心得啊，点啊只功课啊，大家听。啊，那我有一定无好个，搞到即个先生先拜讲我迄个我拍唔着，安尼我咯进步啊，是不是？我有进步啊，对吧？我拍唔着，我过来了解对吧？咱就是安尼循环，咱教导者唔对的，啊，你甲我提醒，啊，你即个学习者，即个教导者有通我苦处的，咱个学习，啊，我进步，你进步，啊，大家毋是拢进步，啊，咱台湾民众有进步，啊，就有希望，是毋是？重点就是教导式的迄个组织管理，迄、那个陈定南伊嘛是用这套，所以你看哦，伊甲迄个宜兰地，你看大家拢知影宜兰经验嘛，那甲咱宜兰地理较好着，啊，佮对面迄个伊个咧发布波哦。伊毛抓迄个贪污的人，伊嘛是用这套来教导式的迄个管理伊的下手人，方法用对，迄管理方法就是对的。吼，啊，咱但不断来改善，有唔对的啊，我来改变安尼，啊来改善安尼，啊这该进步啦。我讲嘛，教导者、学习者互相来研究，吼啊，你吸引我学习，啊我有无好的平台，啊你互我进步安尼，这就是这个重点吼。拍摄即马甲讲到遮，剩十五分吼。啊，我要讲上帝许三张牌是啥？大家加减拢有收到啦。啊，有一个少年人讲吼，伊落早三十几岁就走去迄个耶稣的面前，伊讲啊耶稣，安尼我甲三十岁痛尔，你来叫我甲你，你来召回我啦。讲为什么我袂甲阮爸母休息的呢？啊，上帝就甲即个少年人讲啊，啊我予你三张牌咧，你拢无咧注文咧。你敢有我配？有啊！啊，你迄阵毋是脚腿拢咧疼，我来甲你讲，你脚腿疼，你也是爱注意啊！这是第一张配啊！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第二张配你毋是盖昏落去，啊，叫人救起来，你送去病院。啊，这第二张配啊！哦，安尼哦。敢那有咧？啊，第三张配你毋是盖心脏开刀，连个死去，啊，走来甲洗下咯，我搁放你转去。哦，啊对吼，啊你是耶稣，是做这个这个款哦，吼了。啊！不过耶稣拜托你，阮爸爸妈妈甲我一个孤囝，拢七八十岁呢。啊！你雄雄啊，我走来甲你报道，安尼爸爸妈妈无消息着呢。耶稣就讲：啊，无好啦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有安尼，我无一千万呢。虽然我是孤囝，阮家有一点仔钱，我无千千万，无啦，安尼啦，哦，一百万哦，我嘛无呢，一箍，我要爱你一箍就好，爱就领半波。啊，请问世人哪有一箍？口袋零零的一。嘛无啊，现在那么有这么钱，所以我甲大家讲，咱个要赚生爱做的代志，肯定拍拼去甲做。你死了，你要做啥？你讲家财万贯嘛无效，对不？所以钱吼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我记得是一个迄个中南美洲一个总统，我煞袂记倒一个国家，伊甲伊的钱全部哦，拢奉献了因的迄个国民，伊家己去住迄个破。吼、哦，这个网络你搁搜寻一下，我感觉真感动诶。吼、哦，啊，人会使吼，肯家己迄会甘啦，钱我赚诶，我甘讲吼，几个亿安尼奉献出来哦，伊诶迄个国家诶人民去享有，啊，家己拖破住。安诺还讲，伊嘛即阵迄个美国诶亚青吼，伫演迄个虾米，迄、那个虚拟实境，迄、那个毋知虾米变 Matrix。伊嘛是甲伊的钱捐款的，啊对，基诺里维啦，伊嘛甲伊的钱哦捐出来哦，啊拢家己大部分嘛是家己用无多哦，所以大家我甲大家一个这深的思考啦，那有村会当帮帮人，无村嘛尽量帮忙，吼、哦，咱有迄财政会使帮忙人，那有直接帮忙，一个互助的团体，你有总有一天你嘛不足，啊你希望别人帮你。我感觉是咱社会应该是爱安尼啦吼，好，我今日快速甲讲话停，差不多剩十几分吼。这就是讲，咱个秘书美检，啊，这台湾的法律地位就是秘书美检，啊，我甲延伸一下，咱身体有叮当，啊，这医疗团队要治疗、预防治疗了后，啊，到底了后要安怎？健康的照顾爱重要，但是预防大家了解，我甲拄仔讲的三张牌的意思是讲你爱预防。要去注文，要去改善，啊，无即马渐渐到时阵你治疗无好，啊嘛是枉然对无？啊，咱前面即个迄个医疗界吼，即侪医疗界，当然即个
吼，即个遮侪医疗界啦，吼，医疗迄个些产业嘛，因的出吼，因的收入吼，就是伫治疗这方面。啊，咱民政府也要接这款，是毋是？啊，为我个人感觉，爱为这款，甲为这款开始，你也预防即个治疗、即个医疗的迄个浪费，甲支出就较少。讲考面少，迄个咩啊讲，迄个收入无遐多，但是你预防，总比你后摆阁要带一寡病啊医疗资源的浪费，阁较好吧。所以为啥咱健保阁要倒要倒？啊，你这个一直咧讲食，大家来竞争，讲你进来来我遮看病啊，药学袂开，也是讲倒学袂开，啊要来请迄个健保的钱，啊这拢无资源啊，你也无咧照顾啊，预防啊甲即后期的这种。照顾拢无啊，长期照顾老人，敢有照顾到？啊，拢开一瓶啊。所以咱阿伯，咱也知影咱个目标伫倒。吼，这是我的想法啦。吼，这跟咱药啊拢有关系。啊，这为电影来看咱医疗界，大家拢知影这个电影对无？陈泽芬，嘿，啊，这啥？不是，祝英台，伊是乐蒂，吼。伊就要去杭州读书啦，啊，要说服爸母啦，啊，有十项药啊啦，啊，我嘛有十项药啊，要甲大家介绍一下吼。啊，这但是咱台湾即卖人是毋是应该是中毒，还是得了心病，还是中邪？但是必须必占就是咱的解药，安尼想就对啊吼。我用这来比喻啦，吼，咱去病院吼啊看病，啊，甲人问迄个基本的资料，啊，你老实甲医生讲我肚痛，啊，要做啥物检查？啊，要开刀就过来讲，爱详细哦，袂使后壁开伊讲我要来领迄健保的钱。啊，然后整间直传，啊，你就完成啊，即药单就出来啊。啊，但是你也摕到药单要安怎？你讲爱看讲这是你的名，啊，这什么药啊？啊，药啊写做什么款？啊，食法是食的还是吃的还是买的？拢爱清楚，拢讲十六项，吼，爱了解，吼，唔好讲吃的，吼，摕去食的，吼。吼，啊！你若去外口药局买，你嘛是爱甲主文讲哦，即个头当时吼，迄有效时期到了什么时候吼？啊，我这药爱阁继续食，爱继续用无，还是继续安怎吼？即拢是迄个爱中文名嘛吼，啊，讲迄个成分啦，吼啊，制造日期啦，啊是药字号啦，即拢爱遮清楚的吼。吼，啊，就是因为你药物的剂量、剂型，就是讲是食的，还是吃的，还无爱。啊，阁是你一工几届，吼、哦？啊，你用毒诶途径是啥诶？吼、哦，吼是口服打针诶，迄拢爱足清楚诶，吼、哦。吼、哦，我甲段有讲过，伊有迄剂型嘛，吼、哦。你外用药，你就袂使去从挖空嘴诶，袂使去点目睭嘛，袂青眉。吼、哦，啊，你是迄、那个，假讲迄个耳机，你甲找去点目睭，袂嘛青眉。哦，所以这用毒爱清楚。啊，若厝诶有迄老大人毋捌诶，吼、哦，啊，请即个少年人小看，小甲讲一下。啊，若阁有问题，就爱总去先去问迄个药师吼。吼，啊，若藏久啊，你看看哦，因为药啊藏久吼，伊迄个光啊热啊，甲迄个水分啊、空气甲酸啊、甲迄个咸啊、甲温度啊、甲迄个细菌哦，拢会影响吼。吼，啊，你来看伊外观啊，品看卖啊，甲问吼，啊，甲观察一下，即拢爱了解。啊，若是已经变卖了，但是伊阁咧有效时间，你怎么卖加吼？等意思，啊，即回收的嘛，迄个粒一粒的一粒的，吼，啊，一个液体，啊，是讲迄针头吼，啊，注射糖，伊即种集中来收集，啊，有诶集中来迄个运送，吼，啊，即呐教恁啊，要安那使用，啊，是要稀释啥？即废弃药品，啊，有一个迄个收集个废弃药品的所在，吼，毋好凊彩等哦。吼、哦，啊，凊彩单人就摕来食，是讲啊，你蛋白汤有污染嘛？吼、哦，啊，了解一下。吼、哦，这个、意思是讲吼，药啊那种副作用。啊，这个小姐是讲吼，伊食这伊其实伊无食，啊，伊超过伊讲食，啊，去犯罪。意思是啥？有人超过伊用这药啊副作用去做歹代志。吼、哦，这个、电影是安尼来讲。啊，我今麦重点是要讲吼，食物迄个药不落有禁忌啊。吼、哦。你心脏病的人，吼，还是其他的这种病症的人，吼，这袂使食，啊，咱爱注意，吼。啊，这个富人人，有 A、B、C、A、B 是 OK 啦，吼。啊，C是讲吼，
这个迄个实验有可能，但是对人体迄个禁锢较无足，这个过来个研究，啊，这个甜吼影响啊，啊，但是你要危险之，迄药非你爱用吼，爱需要用，起码要有医生来判断会使用的，啊，这就是畸形啊，就是产生畸形儿，啊，就是 X 级就袂使食。吼，啊，这就是药物个即多吼，啊，有分严重，因为 A 药甲 B 药嘛，吼，啊，无同款的药类，啊，你到底是增加伊有效还是减伊有效？啊，这到底是要安怎？就是吼，医师迄药师帮你查了后吼，吼，甲你讲即个有啥物配合禁忌，还是讲交互作用？即个意思讲，即个行药啊，啊分阶级，分 A、B、C、X， 即就是讲伊甲伊的关系。比如说阿司匹林芬跟这个美妥克拉普拉麦，这个是平配乱，有啥物作用？伊的比值属于较无较严格，到迄个副作用、交互作用，迄、那个阶级吼，外国的迄个资料，因拢是安尼来做分类吼。啊，咱台湾有台湾的一款，啊，这拢有参考查，中药甲西药吼，啊，这迄麦克梅德斯是迄个澳币上大迄个药学资料库吼，啊，这是咱台湾。啊，这嘛是咱爱注意，爱用水来啉，吼，莫去用啥物果汁啊、咖啡啊、啥葡萄柚啊，尤其是葡萄柚，吼，吼，伊也甲迄个血压的、降血压的，食吼会去造成迄血压更加低，吼，咱爱注意，吼，这个大家用水去配。啊，过敏了后，过敏了后，食这药才过敏的，啊，你着先停药啊，这严重的，啊，你先停药啊，啊，无紧来急诊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好啊，这严重的，好啊，医生过来给你调理的，迄个药啊，啊分多，搁另外改多一种药啊较好，好啊，你家己爱治疗，你过敏是虾米药？啊，然后咱哈过敏也是讲伤害到的，有些药物不良反应通报系统，好，这就爱去通报，啊，减轻讲啊拜有人，哈，会食这药啊，啊，搁会状况，好，这做一个记录安尼。啊！若发生有一个大剂的，表示讲这个药有这个药害救济的迄个权利，迄、那个保护当中啦。啊，但是伊这嘛有严格的迄个规定，好、哦，这大家一个了解。啊，这就是讲药物的资源，迄、那个资源啦 ，Propa， 迄药价黑洞，啊，用药价黑洞，好、哦，迄、那个医生有一个 commercial 当中内面甲黑暗的一部分，啊，头大家了解一下。咱药价黑洞讲的药费啊，25%，啊咧，这个差价是讲啊，要甲迄个健保局申报，啊，这个20块，啊，这个加10块，啊，是啊，大家来安那分，这个药价黑洞哦。啊咧，日本吼，应准26%，啊，台湾你看15%，佫不止哦，拢超过你看，15%伫遮，拢一直超过，每一年拢咧超过，啊，到底这是变如何是好？啊，2011年有。药价调整，迄个十几项的迄个药厂吼无满意，吼要退出。啊，后来过来三星一个讲药物支出目标啦，啊超过迄个就哎价差较大了，要降价。吼，啊这就是讲吼，赶快嘛，你就是迄个药费支出率超过啦，啊就叫你这个停药，吼啊用第二个 B 药 A 药袂当的，因为超过啊，你要用 B 药了。我的 B 药都袂好啊，我的 A 药才会使啊，哎，你就超过价差嘛，啊，就甲停起来，停起来我袂好啊，啊，就继续一直来看病，一直来看病，啊，这毋是共款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你有唔对药啊，我是毋阁共款无以后阁转来，啊，这全民买单嘛，他们是咱纳税人的钱啊，吼，啊，伊家会是讲吼，你爱主张迄个健保爱回归知识作价，就讲正经有需要的，咱个价差无要紧，啊，若无需要，咱唔免安尼。来补迄个空啦，我是感觉我想法应该就是安尼，我想法是安尼啦吼。你爱用嘛是爱用，啊，即摆是讲啊，普罗帕会使去拜会医生未？你做一个医疗人员，那有伦理的教育，爱政治力，迄政治人物袂使干涉，嘛袂使内面去做文章，啊，想要爱虾米好处，吼啊，利益爱摆听吼，爱排哎呀排除，吼要讲我大家听，啊，哪个喝两三分钟吼？啊，就是讲迄个伪药啦，大家要知影拢即做伪药的嘛，吼、哦，爱做伪药的标志啊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禁药啊，工业用的袂使摕来当食的，啊，即广防局内面拢有迄个马兜铃酸吼，迄、哦、拢对肾无好，
啊，过来，这拢是毒药嘛？啊，这就分类，第一级、第二级到第三级。吼、哦，这拢是毒药，啊好会使用药品，啊歹就是毒品嘛。吼、哦，啊这热戒，我要讲热戒是因为咱迄阵在台湾，迄阵拢袂播鸦片嘛。再给我三分钟。好，那我大概讲一下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咱个素鸦片这习惯是伫咧迄阵在用，咱用。叫用迄个大清帝国统治迄阵就有啊，啊啦，后藤新平嘛，伊就过来要想讲监禁政策，渐渐互你降落来，你食十个后摆变五个，变五，佮变五变零点五，安尼甲你慢慢互你降落来，你都袂较痛苦。啊，但是讲你嘛是爱伫我即个戒断现象即痛苦，你好我一个解脱。啊，你拢一直买一直买，啊恁日本人赚着，啊恁台湾人啊佫啊继续艰苦，啊都多聪明咯，有过来讲啊无来。这个方法来看会使降低迄个戒断现象迄种痛苦呗。啊，后来拢有成功啦，吼。啊，过来再是讲吼，迄个新药啊嘛，我来先来讲这啦。咱台湾嘛是会使研发迄个新的药啊，安心公司吼，即马已经有一项吼，哦，迄个美国迄个 FDA 核可。我即马要讲个新药啊，意思吼，咱啊台湾人要用到迄美国人的新药啊，因等因美国吼，爱过两年了后，叫摕来咱台湾，啊，咱台湾了后，过爱经过安尼遮侪年，安尼差不多，你看咱台湾人才摕到手头药啊，都套年都爱七八年啊，算因两年来讲吼，啊，若即摆咱台湾叫美国占领，是不是伊爱照顾咱台湾人？来来，新药摕过来，啊，过来日本人，伊嘛遮好个技术，啊，咱台湾人嘛无讲。戆啊！咱台湾嘛遮厉害啊！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三方面，美国、日本、台湾，对无合作拍拼，咱台湾都已经较有希望的，搁咱合适别人的技术，对无？迄、那个李登辉甲迄个日本人讲啊，拜托你吼、喔，摕迄个癌症的迄、那个迄秘方吼，唔是讲秘方啦，讲迄个方法吼、喔，来治疗咱台湾有一寡迄个癌症的病患来，伊去甲救迄个日本人，讲啊，你对台湾人有责任。是不是日本人对台湾当台湾人有责任无？所以李登辉那个要求是不是合理？合理对无？所以咱家己爱本身咱台湾人爱奋发，啊，美国甲日本就一定要通照顾着，是不是安尼？好，我即马讲完啦。啊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即歹势，我今日拢无讲完吼，即话拢互大家，拢无互大家讲着，但是基本上咱卖迄个去食地下电台介绍药啊。啊，咱啊了解家己的身体，啊，咧药物迄个爱看好清楚，啊，用法爱清楚，啊，做家己身体的主人，啊，甲医生、药师做朋友，啊，了解迄药类，吼，啊，大家健康照顾也好，吼，多谢。好，无讲话。各位同心下课休困，啊，头拄啊无啥无请着名的同心，即卖人会当来签，谢谢。